妈，我朋友了，未来只能是你朋友。好好好好，叫什么名？小玫瑰。我也名是淑君。你们真的不考虑一下对方？考虑一下嘛，你们以前不是很暧昧？吕文浩，你要这么多干嘛？因为我喜欢林淑君。他们的结拜之情是否将因爱情的纠葛从此决裂呢？周一至周五晚间5点，蒙甲要归。